大会是百八句，先佛所说，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时有几种生住灭？佛告大会：诸时有二种生住灭，非思量所知。诸时有二种生，未留住生，即相生。有二种住，未留住住，即相住。有二种灭，未留住灭，即相灭。诸时有三种相，未转相、业相、真相。大会略说有三种时，广说有八相，何等为三？为真实、现实、即分别事实。大会譬如明镜，持诸色相，现实处现，亦复如是。大会现实即分别事实，此二坏不坏，相辗转因。大会不思议熏，即不思议变，是现实因。大会去种种尘，即无始妄想熏，是分别事实因。大会